那今天要帮大家介绍的是简约手环。简约手环它有三种宽度可以选择哦。0.8 公分的纯银手环，我觉得男女都很适合，所以如果你今天不喜欢太高调的首饰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就可以来挑选这一款。0.6 公分的手环相较于 0.8 来说，它稍微细了一点哦，所以如果你不喜欢戴到 0.8 那么粗的时候，你也可以选择 0.6 的宽度来作为搭配的手环。0.4 公分的简约纯银手环呢，相较于 0.6 0.8 来说，它更适合女生来佩戴，它整体的那个感觉呢，给人一种优雅又大方的感觉。戴这个手环的时候，可以轻压手环两侧来调整宽度。情侣手环呢，我们会用 0.6 公分跟 0.4 公分的来作为一个搭配。简约手环呢，也可以加购刻字，不管你要刻内外围都是可以的。那我们也可以刻英文或者是中文也都 OK 哦。